沙拉越首席部长是谁？我们阿里另外硬了。沙拉越最大的政党是？清楚，不晓得，不是很清楚，不清楚。原来在东马人眼中，东西马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是一头乳牛。你所不知道的沙拉越，沙拉越周选特别报道，4月6号晚上9点整，就在 DETV 频道100。